头里不舒服，头里不舒服，我看到天上，不同的方面，上面，都有像灯光一样的，有点像那个手术室的手术灯了，一个一个在天上，离地面很近了，见识到地面，外星人见识地面和地球人见识地面是不一样的。你看，我们知道大白来管理人的时候，都是管理自私自利啊，都是自私自利，自己有超级特权，不遵守规矩，但要求别人来遵守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地球人管理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我拥有权利就是要管你。外星人不是啊，一视同仁啊，一视同仁之外，他不需要这些权利啊。他本身的能量和地位就远远高于地球人啊，是两码事啊。只有超脱于这些人的上面啊，才能管理好啊。满脸都是那个像手术是一样的光亮啊，我看着啊，刚才表达了一个由他们来管啊，同地球人管理区别不一样的时候，慢慢这种很亮的很刺眼的那个光啊，慢慢暗下去了啊。原来这个光太亮了，引起人不舒服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